真想不到在这儿看见你。我家离这里不远，我常来。跟你一块来的那两位是谁？那个穿红连衣裙的是我妹妹，你不认识了？是吗？几年不见，她长得那么高了，好像比你还高一点儿。是，我没她高。那个烫头发、穿白上衣、蓝裤子的呢？那是我嫂子。你嫂子真漂亮，白白的，大眼睛。就是胖了点儿。我看她身材挺好的，她三十来岁吧。都四十多了，他显得很年轻。咱们一块玩吧。不不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